台东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宇慧，欢迎收看东台日节开讲。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呢邀请到我们台东乡亲最敬爱的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黄建庭县长到节目中来，现场跟大家问好。台东的乡亲，各位乡亲喜多，大家好，我是黄建庭。这样台语更亲切啦。啊，今天县长其实很忙，而且议会在开议，可是呢，很多的话题希望可以透过我们东台有线电视的地方自治频道，县长他说他想面对面跟乡亲朋友来分享、来报告过去八年任内他为台东地区乡亲朋友们听到乡亲的需求，县长努力的做，那也希望带领县府团队呢，真正能够营造一个有感幸福的台东城市给乡亲朋友。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陆续趁县长有空的时候，请他到我们的摄影棚内来。我们就不同的话题啊，跟乡亲朋友来报告一些政策方向，或者是民众关心的议题，那甚至于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那县长都愿意跟乡亲朋友来做讨论跟分享啊。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又是跟台东乡亲朋友最切身有关的。最近东北季风起，大家最烦恼的是什么？碰碰 N。我还说很浪漫啊，风飞沙、哦、像一首歌啊，其实这真的是让人很困扰，对不对？哦，风飞沙为什么我们台东这么好的地方，这个风飞沙会困扰着我们呢？嗯哼，是，其实台东以前有个绰号叫做沙城。哦，是啊、哦，沙城、嗯。基本上，几十年来，台东一直有这个风沙这样的一个老问题。嗯哼，啊、哦。其实从我爸爸当县长的时候、嗯、那个风沙的问题就已经那时候都已经存在，民国五十几年。是地理环境的问题吗？主要就是市区这边感受得到的是卑南溪的下游、哦、一直到出海口这一段。嗯哼、哦、我们的枯水期跟汛期那个差距太大太明显。嗯，你知道在台风季节在汛期的时候、啊、那个水大到都担心要溢过堤防了、嗯哼啊、那像现在这个时候十一、啊、月份这个枯水期的时候，你再去看看那么偌大的一条卑南溪就只剩下一点点水道这样子、嗯、就是没有水。对，那没有水的时候其他的河床全部就是沙子裸露嘛。对，尤其从巴巴莫拉克之后，嗯，莫拉克之后啊、哦，那个山上带下来的山上的囤积跟每一次带下来的那个土石，实在太多了，是太多了。嗯哼，只要每一次下雨，就把山上的大量的土石又带一些下来，又带一些下来。那当你这个枯水期的时候，水这么小，其他几百公顷的那个河床地上面全部覆盖的都是沙石。对，然后东北季风一来，嗯，台东市都要在下端是都要都行到，嗯，东北季风一来就把那个河床上面沙整个往台东市区带。嗯哼，哦，这个过去就是这个样子。嗯哼，其实很多老一辈的乡亲讲说有一段时间比较好，的的确确，我爸当县长的时候，那时候在那边种了很多的木麻黄啊、哦，防风林树种，就是我们森林公园那个地方，嗯、对，是、哦、种了很多的木麻黄，所以有一度让大家觉得说，哎，木麻黄有一点遮到，嗯，遮风，会遮这个防沙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嗯、防风，那当然就把沙也挡住啊、哦嗯。后来其实木麻黄第一个、哦、它有寿命的，嗯，啊、哦，它大概了不起四五十年，它就死了啊、嗯哦。那你除非新种新的补回来，不然的话，它树叶就掉了、啊嗯，那就是啊、哦。那再加上后来，在陈金莲县长时代哈、哦，他就开发了这个森林公园、活水湖啊，嗯、那个哦、嗯，现在的森林公园整个那个绿地等等的，那段时间也砍掉了不少的防风林啊、嗯哦，木麻黄。那所以造成现在有很多人觉得说啊、会不会是因为这样让我们的受风面积变大，这些年的风沙的状况比过去严重。是，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极端气候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市区的北边就是卑南溪，那在枯水期的时候，它的沙子布满了这个整个河床，那河床有多大？那是
上千公顷啊，如果你要看你要计算到多远，对、哦、光是出海口、嗯、中华大桥到出海口、哦、光这一段、哦、就是几百公顷、嗯、中华大桥到立即桥上这一段都是影响台东市区的，是这两段加起来恐怕是上千公顷都有、嗯、哼哼，这么大的面积，是，所以这么大面积，现在这个十一二月的东北季风期可能会持续到明年一二月，好、哦，这个风期的时候，那沙子就被吹起来了，哦，所以整个就感觉雾茫茫的。前一阵子新闻也是，花东地区是列为这个风飞沙警戒值，对不对？哦，所以那时候也是民众，那时候忽然发现所有的镜头都在台东了，就在拍我们的风飞沙的问题哦，那车子上啊、窗户、门沙都要关。尤其现在的人哦，这个更注重养生环保，甚至有很多的敏感体质或者是气喘疾病的发生。这个风飞沙早期可能在您爸爸那个年代，大家都身强体壮的，觉得好像就是自然现象，可是现在的人哦就比较敏感，而且这个风飞沙对这个人体的危害是被证实的哦，所以这时候呢，一听到风飞沙，乡亲朋友就很紧张了，他们给你乖乖起来，口罩给你挂起来，好，莫出去啊，哦，对不对？如果那天出门，窗户漏了一哦，不得了了，一个小缝缝是，回去就不一样了，回家就头痛，要擦地板了。其实不是只有我爸那个年代，其实即便是我自己在当立委，还没有当县长的时候。那时候还不觉得，那时候也都还很严重啊。哦，严重嘛，对不对？其实台东的风沙一直长期以来是非常严重的。嗯哼，我记得在邝县长的时代，嗯哼，他们也做了很多努力去尝试。是啊，有一年还在那个河床上面哦，买了很多的那个稻草。稻草。稻子收割以后，稻穗拿走了，然后剩下来的那个稻草，去把河床铺满了，铺起来，盖起来，把沙子盖起来。哦，有用吗？还花了不少钱，是把沙子盖起来、嗯哦、那盖起来当然就吹风吹的时候沙子就不会吹起来嘛，对不对？那问题是水流呢来了，来一阵雨的话就把稻子、嗯、哼，如果来一场暴雨就把稻草全部冲走了，冲到海里去、几百万就不见了、哦、而且还冲到海里去了，冲到海里去了，对，那个东西是可以腐化，应该是生态上是没有问题、嗯哼嗯、哼，但是这个不可能嘛？不可能每一次碰到这种状况就花几百万再去买稻草，哦、然后再动用人力这样去铺。对啊、哦嗯，也曾经考虑过在旁边植一些植坯啊、哦，看看能不能适合长在那个地方的，利用那个草来把它稍微盖一盖什么的、嗯，也都没有很成功。一直到我上任之后，嗯哼，在九十九年，我们开始很认真面对这个事情。开了很多的会在讨论，最后我们想到一个啊，说起来也算土法炼钢是啊，因为已经束手无策了。嗯哼，98年我还没有当县长的时候，我还是立法委员啊，我曾经召集过一次啊学者专家的会议，嗯哼，啊，大家一起来针对台东这个风沙问题来做个诊断，看看有没有提出一个方案可以解决，不然这个困扰民众生活太厉害。嗯哼。所以水利署的官员来，学者来，哇，我召集了这一群，然后就开始请大家发表意见了、啊，哦，我跟你讲，十个人大概有12种意见了，就像今天还有很多民众碰到风沙的时候，会在我的脸书上面留言啊，县长啊，你应该这样啊，这样啊，意见都很多，对，这个都也都好意，我相信啊、哦，但是其实都不了解，嗯哼，实际上要具体可行。嗯，不是那么简单。是这部分要跟许县长跟大家来说明 哦，可能会有很多民众留言说，那你就把它上面盖什么什么什么就好啦。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可是这部分这个确实是法律上不能盖的，因为它是行水区。这部分就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它是行水区，嗯、它只要到汛期的时候，我们是要完全让它畅通的，对对，你知道吗、嗯？我们甚至于在那之前还要开去疏浚，把多余的沙子挖出来，嗯哼，然后让它是这个通洪的量是够大的，嗯哼，才有办法很快的疏解这个水，因为台湾的地理条件就是这样，山跟海之间太近了，嗯哼，哦，然后那个很快的山上下雨，很快的水就冲出来 了，对，嗯、哦，那你不是说有很大的空间去让它慢慢这样去带过去，不是，是一下子就冲出来了，嗯哼，哦、那。极端气候造成现在这样子，动不动水来很快啊，
暴雨三四天四五天，我们就开始在看观察那个河川水位了，会不会溃堤溢堤等等，都是这样。怎么可能要让它保持畅通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还去上面什么做什么拦沙坝啦，什么去种什么啦，什么那都不可能，根本也违法。违法，重点是违法，也根本法令上面也不允许你这样做。嗯哼，所以其实那个有一定的难度。让我最头痛的是，他们说，可是立委，这个可能要花多少钱？多少钱？动不动都上亿的啊！啊，也不一定有把握啊，也不一定有把握一定会成功这样子。是哇，这怎么办呢？怎么会这样呢？对，所以就等我当县长之后，我刚刚讲为什么我们土法炼钢啊，连专家都没有给我们提出这种问题，我们就自己想能不能顺着那个地势，因为它是从高往下流嘛，一直到出海口嘛，所以它有一个地形地势。我们如果利用就地取材，利用那个河床上面的土堆，我们用怪手去把它堆起来。原本枯水期河流只剩下这样一小条，就这样就进到海里面去了。对，旁边都是裸露的沙。可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把用怪手挖那个把那个路径水路挖出来，哦，让引导一部分的水往这边去，然后用土堤土堆，小小的土堆把它水挡住，那原本枯干的地方，我就变成冲一块水田赶快，或者一块溪底啊赶快，好，我把水积蓄在这个地方，那积蓄在这个池子里面，它如果满过了那个。土堆，它就往到下一层去，因为地形是这样子往下的，它满过去，我那边再另外一堆再把它围起来，我就这样一堆一堆一堆的把它布建起来，所以原本都是干的裸露的沙源，因为我这样做就把那些沙全部泡在水里面了，所以现在大家去中华桥看两边，以前一开始我们做这个事，很多人不知道，以为说怎么那个地方还有人在养鱼啊，其实不是，都是我们用怪手，就地取材，把这个土堆堆起来，让它是一区一区的这样子，是，那这个所谓的水覆盖的功法，哦，因为我们把沙子泡在水里面，你风吹得再厉害，就没有办法了。让沙子扬起来，对对对，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功法来做，有没有效果？对，各位看一下这个图。好，1998年底我上任那一年台东的阳城事件总共31天，31天够严重了吧？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阳城。对，而且就是东北季风的季节啊，是那个，就那两个月有一半的时间，你就是从10月、11月、12月这样子。这样光是那3-4个月，31天在阳城呢，那他怎么受得了？那这几乎是3天2头，对，就阳城，对，以前当然也是这样，可是那一年感觉到特别严重，第二年1999年我们开始去做，开始想办法做，降下来一点点，真正我们把它完成，做得很有经验那样去做，是在100年，你看100年那一年，马上降到剩下5天，一整年的时间。只有5天阳城，是。后来我们持续用这个方法，就都可以维持在个位数，特别在103年、104年，这个都非常好。对，一年只有2天、3天。这个时候，我们就获得环保署的表扬。是，获得环保署的表扬。说这个功法太有创意，是，太有创意，应该要推广到。其他的县市是啊，像我你刚刚提到花莲也很厉害，花莲可能没有这样做，屏东很多这个台浊水溪啊什么什么那些好多好多其实都有扬尘的问题，是，只是东北季风直接从台湾的东部来，我们可能第一在第一线我们会比较严重，而且还要看地理位置，你想如果卑南溪是在台东市的下方，那个沙子吹起来是往南边去了，是往太麻里去了，就不会是往台东，这就像好像木瓜溪是在花莲市的南边，对对对，所以木瓜溪的沙不会影响到
花莲市，对，东北季风吹的话是这样、嗯、那台东不是这个情形。其实我们这样做，我们一开始说真的也不是很有把握、嗯哦、但是效果非常好。我除了做这个水田式的水覆盖，我把比较高滩的旁边还有高一点的地方、嗯、你要用水低的水去盖到高的地方，盖不住，对，没办法嘛，你没有办法把水引导从低的地方引导到高的地方去、嗯、所以高的地方怎么办？开放给人家种西瓜哦、嗯、所以我们在这个左岸、嗯、啊，在左岸也有很多西瓜田啊，那面积也不断的扩大。种西瓜有什么好处？西瓜本身的叶子可以盖住沙、嗯、哼，那些瓜农还要去牵水来浇它的农作物、嗯哼哼哼啊、那些水线平常去浇农作物也会保持湿润，对，不要让沙子这么明显可以吹得起来、嗯哼哼哼啊、所以、包括这个的做法、都让我们在卑南溪的这个治理上面看到很多的成效。是去年因为尼伯特、莫兰蒂，后来又是艾利台风，今年、一样，包括那个前不久那个十月豪雨，有没有共伴效益、嗯、卡奴啦什么什么、嗯、就是这两年我们开始很明显看到所谓的极端气候。对，以前九月台就不一定很长了，现在十月、十一月甚至十一月都有、嗯、然后每次台风只是一个什么轻度台风就可以，或者根本没进来，你看那个卡奴，对，没进来，连没进来，只要外围环流就可以让我们这边下暴雨超过一千，对啊、嗯、的豪雨，是累积雨量，嗯哼，哦，那很可怕。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就会把我们那些我们的可爱的土堆冲毁了，全部都冲走了。哦，是全部都冲走了，嗯哼，哦，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固定式的，所以它就是把它冲走了之后，要再挖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等到水退了以后，嗯哼。才会安全嘛，怪手才能进场。是，那怪手进场开始慢慢再去挖，再做啊、嗯。你看几步怪手做几百公顷的范围，嗯哼哼哼，那个没办法，就需要时间。可是我们现在气候变化就是这样啊，水退了以后，太阳出来了，对，晒个两天，沙子全部冒出来了，对，干了，沙子干了，正好又风来，就碰到这种状况。是，所以其实我们后来的这一些风沙的状况，基本上都是这种的，嗯、哼哼，只是这两年。嗯密度高，因为就是我讲的那个气候异常，常态气候了，那个水暴雨的那个在十月十一月还在发生的这样的状况、嗯哦、所以让我们疲于奔命啊。对，那你说大家说啊，这个方法很笨啊，这个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跟你讲，这个方法已经是啊、哦、大家尝试过最好的方法、嗯、哼，最省钱的方法。嗯哼，我的成本是什么？我成本就是那些机具跟人力。人力，嗯哼，我没有其他的，那其他的土都在现场挖的。是，啊、哦嗯，我就是雇工嘛。对，雇工，然后就开始去挖。缺点就是刚刚讲到的，啊、哦，这几天我们这前阵子我们碰到的这个状况，嗯哼，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形。是，嗯、被土地被冲毁了，然后这还没有修好的中间的空档。被东北季风偷袭了。嗯哼，可是这样子风飞它确实就是一个天然因素造成的，可以说是天灾，是天然灾，对不对？好，天然灾害，而且是因为我们的地形地貌的问题，好，那而且加上现在气候异常的问题，然后造成这样子一个风飞沙，这样子严重的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品质，甚至是对这个健康部分也会造成一些危害。那这一部分其实县政府的团队也是努力，我们还接受全国表扬了，对不对？算是很有创意、很有想法的一个作为嘛。哦，那可是面对现在居然老天是在挑战我们人类，在挑战我们县府团队啊，那让我们的气候这样子，一下大雨，一下大太阳，像这几天又所谓的秋老虎，可是然后又吹，又东北季风又吹，对，又说东北季风又要起了，风又来了，所以这时候民众真的也是很伤脑筋。那我们的其实。环保单位，我们的政府单位也是很伤脑筋，都希望把这个影响危害降到最低。那土堤要重来又很久，对不对？又要花很多时间。我们想嘛，那么大面积怎么办呢？是，像这一次，连县府、连中央的这个河川水利署的河川局、八河局，好、八河局，我们加起来总共已经动用超过九台。怪手在里面、嗯、我说我那天去现场看，我就请局长说，那这个困扰民众很大，
再加码，赶快再更多快手、嗯，唯一能够快就是人多一点，就是去看能不能快嘛。哈、嗯，说能用的我们都已经动了东西。台东并不是有那么多闲闲没事的怪手在那边等着你去，嗯、你去雇他来用。对，嗯哼，所以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能量。嗯哼，那个能量用到满了，大概就只能这样子。是，过去我们在做处理这个的时候，有时候都还两三辆怪手而已。哦，现在我们已经动用到八九辆了。嗯，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开始很重视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嗯、就是说。它裸露的那个河床裸露的那个范围，裸露的范围有扩大的现象，又在扩大了。两边冲刷的问题，因为冲刷的问题，冲刷的问题，然后有两边堆高的问题，也有那个现象，所以堆高就是很难处理。对，至少用这个方法处理不了。对，你水不能引导到高的地方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像我们现在下游做好了，所以前几天吹的时候。台东真正旧市区这边没有问题，比较多问题在哪里？比较问题在卑南南王哇那边那一带、嗯，那边就从比较高立即那边吹进来的。好、哦，那我也知道关山、池上、鹿野那边也会有问题。好、哦，一度当这个呈现效果的时候，其实我们纵谷县的乡亲也透过议员在跟我讲：“县长你不公平啊，你就处理下游。”处理保护台东市，那我们纵谷你都为什么这个都不帮忙处理？我也要他们去研究。这有两个，第一个是经费嘛，哦，县府毕竟预算真的是非常拮据。第二个就是那个地形适不适合做这样的处理啊、哦？因为如果他那个地很平，你要做像这种处理引导的这样，没办法，他就不会一阶一阶这样流下来。对，如果像鹿野那边有一段就是非常平。哦、那你就没办法这样做、嗯、而且我们后来是做到怎么样呢？为了让那个不是说一次做好了就没事了、欸、我们会要 一部怪手几乎常态性在那边顾着，哎，不补去补、欸、有哪一段你做起来被水冲坏了你得赶快去补起来，不然那边的水 就流光了、欸、对啊，嗯，哦、不关系的，爱五郎底下狗嘞，天啊、哦、真的是、欸嗯啊、就是这样保持说水都盖着盖着盖着这样子、哦、是尽可能嘛，尽、哦、可能去盖、嗯、那吹的吹起来的那个程度就不会那么严重，对、哦、这个都是我们这几年做的，所以其实我们的乡亲不一定了解在这个背后、嗯哼哦、我们能够从以前天数那么多降到这样个位数、哦、这已经是背后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努力在里面、嗯、其实像在这个时代、哦、或台东以前到秋冬季节吹沙还有见熊哎呀，大家已经觉得习以为常了。那个就是这样啊，台东到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嗯、你就习以为常、嗯哼，不会是新闻了。但现在这样子或者这样子会是新闻哦、啊，因为他已经习惯。因为你改善之后变不好不行，大家已经可以变好，大家已经习惯不应该这样、啊。对，所以这个的时候大家就新闻就会冒出来。对。以前怎么可能风沙会是新闻？风沙是正常，本来就这样。时代在变，然后民众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更提高，没有错。对、啊，站在政府的立场，我们本来一切的努力就是希望给民众更好的生活嘛。嗯哼，当然是这样嘛。是，所以那个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嗯哼，只是在过程中，像我今天如果有这个您问到了，我有这个机会来说明、嗯，可能大家就会更了解。嗯哼，哦。为什么是这个状况、嗯、其实即便在这样的水准跟我们以前早期我们面对的那个差多了，是，那除了这个土地很辛苦的要把那个小鱼池顾好之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还是已经还在努力设法寻求不管是学术单位啊还是其他国家的一些方法，我们是不是有在努力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嗯、你知道我以前我刚刚讲过说这个其他的县长有曾经铺槽啊、哦、想要种什么然后铺稻草等等、嗯、我自己当立委的时候我也要求他们在两岸的堤防上面去做那个水枪哦，就是人工做水枪洒水洒水啊、哦、就是开始喷水、嗯、哼哼风吹的时候就喷水、哦、你就喷沙子起来了你就看看能不能喷水有一个水幕去把它拦截下来事实证明效果不好因为太远了因为那个沙子一旦起来了哈，你水哈水枪去喷出来的那个水哈，能够拦截它的比例很低。嗯，再加上，尤其是在右岸这边，就是靠台东市这边的，是那个才是重点嘛。你沙子过来，然后水去拦它，问题是那些水都被风
往啊，往另外一边回吹了，往活水湖那边吹。是。那所以到目前为止说，说真的啊，好像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嗯哼。那我们除了尽快把这个水覆盖的这个工法，这些土堆土堤赶快修好以外啊，我们会派水车，嗯，啊，水桶哈，嗯嗯，这个车子载着哈，到市区里面，啊，因为有一些沙子到市区街道上呢，啊，风再吹它又扬起来，对，哦，就去市区去撒一些水啊，让市区这个保持一点湿度啊，那么这些灰尘就不会飞再吹起来，啊，或者我们到如果有卡路了哈，你也要有路。可以去比较我所谓的高滩的那个地方，用水车去把它撒一撒啊，这些都只能尽可能的去降低啦，减缓它的这个影响的程度。你说要根本去治，其实真的到目前为止没有，如果有这所谓的更好的方法啊，我们也很乐意来尝试。可是，在法规面啊，在经费面啊，然后在还要考虑到它这个夏天是要通红的，嗯哼，啊，你不能说秋冬的季节把它围起来，然后再去拿掉啊，让夏天来通红，那真的。它有一定的难度。对，那旁边的两岸呢，又这么宽广，不是我们说盖一个什么东西把它覆盖就盖得住的，而不是玩具嘛，对不对？这是一个那么大的面积，我们真的是人力要胜天是很难的，对不对？好，这样的一个状况，范围太大，太大了。我去看哦，八九部怪手这样在那个范围里面啊，看起来都跟一个小玩具一样，这样子远远的这样子。对啊，真的是面积太大，真的。所以这是一个天然灾害，然后是一个天然的状况。所以风飞沙这个部分呢，我们政府部门有努力在设法。那我们台东其实是很了不起了。今天没有跟大家讲，大家不晓得我们台东其实做的最好的，哦，而且还是获得表扬的。环保署说，哇，你们怎么那么聪明，想出这种方法？没错，对不对？哦，所以其实政府部门有在努力。那是不是可以给观众朋友建议，给乡亲们建议说，那现在又到了这个东北季风期，风飞沙、扬尘，他们说那叫河川扬尘，扬尘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建议大家除了政府部门努力洒洒水之外？哦，那或者是寻求更好方法之外，也提醒乡亲朋友在这段期间要做好什么防护措施吗？对，对，大家出门，准备个口罩，用不上最好，但是如果需要的时候啊，这个就把它戴上去。那实际上因为是天然灾害，其实在我上担任县长之后，已经也把它当作天然灾害的项目之一。假如太严重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让它停班停课的。如果严重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因为天然灾害你就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那当它真正来的时候，你只能想办法去把灾害降到最低，把窗关好啦，这个出门要戴口罩小心等等的这些，我想我们只好大家一起来啊，一起来努力。这一块美好的土地呢，虽然会有一些天然的状况发生，或许对我们的乡亲会造成一些危害，可是我们也希望可以跟它和平共处啦，和平共处。那政府部门有努力在设法，我们当然是解决的方式还在寻求，继续寻求当中。相信科技日新月异，然后方法越来越多，也或许哪一天我们就会又寻求到更好，比我们的那个土地更好的方式。那我们的政府部门有努力在做，那乡亲朋友们其实可以给我们县政府一些鼓励，然后给他们打打气。那有一些想法也是可以跟我们的县政府这边分享一下啦，如果你有发现国外有哪些好方法的话，也欢迎提供意见。那重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要做好自我的防护措施哦。风飞沙会造成气喘过敏啊，哦，那家里的环境污染那当然是不可能没有的。那所以提醒大家，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能够多多注意一下了哦。那今天县长百忙当中还特别来讨论风飞沙，可是县长有跟大家说，真的政府不是漠视他，没有觉得他理所当然。它绝对不是理所当然，那我们政府的部门也确实在努力设法把这个风飞沙的影响降到最低，那希望台东乡亲呢能够一起共体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度过这个风飞沙蓬蓬的日子啊。好，今天感谢想到节目中来，谢谢你，谢谢，我们下个节目主题再见喽，拜拜。